警方深夜临检，发现改装车闪闪亮亮的排气管之外，却意外发现眼前这一根金色铁棒到底是什么功能？这一根能干嘛？我自己也不清楚。有网友说，这是拿来挂抹布或者起冲突时，一抽可以马上定输赢。但这些讨论通通不对，让机车行老板给答案。强化他的车架，还有他的悬吊系统。强化之后，他车子在转弯啊，或者是遇到窟窿比较大，它稳定性会比较高。行家说，强化车台连杆可以增加车台的稳定度，防止车辆遭受撞击时车台溃缩。听来似乎更安全，但其实车祸时连杆承受过多的压力，反而造成挤压变形，对骑士来说更危险。在摔倒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你那个脚有没有可能被这卡住？如果你摔倒累残，有没有？然后你那个脚是会被卡住，你整个可能会没有办法很快的脱离这边，对不对？你普通没有这个的话，你是直接这样就可以过去啊。有这个，你会变成不习惯了 不习惯就对吧？被他绊倒了没有？有的时候会被绊倒。多加这一根支杆，看起来好像可以增加车台的稳定度，但没有经过合法检验，警方说安全还是有疑虑。奉劝车主不合法改装，千万别尝试，免得伤了荷包事小，没了安全恐怕后悔莫及。记者黄少明，基隆报道。